我可以把毛毛那个改他的对备注改成白玉吗？那道理也是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我说不定还可以得到一些回复。有病吧？啊、白玉说有病啊！你希不希望自己那天就是稍微有个朋友给我透露点，我打扮一下。完全没有人给我透露，而且我穿的好厚，武汉突然变天了，我就穿成一个中巴车上卖票的时候。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迅速跟人打开局面的方式？有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人？就比如你看节目或看戏什么的，你特别喜欢一个人？他有的。他比如说是谁呢？白宇吗？哦，哎，很 man。嗯呐。哎呀，我之前有个戏差点就跟他合作了，然后他档期又不行，我当时就急了，我说怎么就不行呢？那李雪琴为了跟白宇上节目调档期去的，调了都十来十几次档期。上了吗？上去了去了。咦，怎么见到了？还是的，还是的。你说多完蛋，去了连微信都没加。怎么回事啊？然后那么多档期，我就觉得我加了，我也不会找他玩，我也就对他是一种打扰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是这样，雪琴，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喜欢，比如说我喜欢一个人哈，就是我不能有粉丝心态，我不能让他觉得我对他有那种往上够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对，我是这种平起平坐的，需要反复告诉自己是吗？是平等的，那是平等的。我感觉我此生也无法克服。我也会判断，就是你是想要这个人的微信，还是想跟这个人有正常的来往？对，因为我没有微信咋来往？因为我当时的判断有共同的朋友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的判断是我加了他，我也不会跟，我也很难主动跟他说什么。加了他，明天早上发个动图，早上好。哎呦我天！再发一个晚安，就是盖被子晚安。对方一看，怎么了这个人？那我完全可以把我的其中，我可以把毛毛那个改他的对备注改成白玉吗？那道理也是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我说不定还可以得到一些回复。有病吧？啊、白玉说有病啊！白玉拉黑我了，在申请。我太变态了吧，王爷！我就这样反复 Q 白玉也不太礼貌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白宇老师和白宇老师的粉丝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不行就剪了吧，保留一部分，咱们肯定会保留一部分，太荒唐了，断稿吧姐，现在就做了是吧？做，一会儿都吃晚饭点了，我先把奶油打出来，对吧？哦，哇哦，我们给这蛋糕得做个主题吧，宝宝们，你说一个，姐，你定一个主题，乘风破浪的毛血旺，浪怎么做呀？画点呗，波浪。对，我们哎，给浪弄点蓝色，还没有色素啊。有。哦，蓝呀！不欺负你吗？欺负你蓝，确实是。欺负你蓝，被你打出来了。这个蓝可不好打，你看，哦，真的，李雪琴打出了欺负你蓝。嘿嘿，毛毛，你看啥呀？这是一个船。抹吗？我可从来没抹过，我感觉转的老爽。哎呀，我觉得老爽了。哦，可以，雪琴可以啊，非常有手法，一看就是手做的，像哈利波特过生日那个蛋糕。然后我现在把船放上去啊，或者就这颜色呢？是黄色吗？这种你还得裱点花嘛。我试试，对你裱一下。哎，可以啊。买。漏了，有点使大劲儿了，就挤不。可以，就这样，挺好。哎，这蛋糕弄出来挺好看的，它有一种拙劣之美在里面。我们先跟他合个影。都在，太妙了。哎呦，我好期待晚上的火锅呀！那我先把锅熬上，这个熬完就有了。这里是啥呀？炒好了，这锅绝了，来了啊，绝了！我的妈呀！这熬的差不多了以后，再放点醪糟，加一点会好。我的妈呀，太香了！这个刚才有一股味儿冲进到我的鼻子里，味蕾一下被打开。对，生理反应。涮啥都不好吃。哎呀呀，太好吃了，还不是特别辣。不，啥呀？我尝尝。
雪晴那个哦，香，嗯，哦，这是真的老师傅炒的，咦呀，看着就来劲呢，可不咋的呀，好久没那么吃了，嗯，给你们涮一个吗？你可以把肉下进去吗？下呀，哎。姐，你能接受我们把毛肚丢进去，然后就等着吃吗？不太能接受，因为那不好吃，真的不好吃。那你能接受别人这么干吗？也不能。但是有时候就解释不过来了。你看，这个要大概涮成什么样？毛肚，你看，它一定要沾空气，你知道吗？哦。来，你俩一起。谢谢。谢谢。煮久了就真不行。哦，太好吃了。来吧，姐你吃吧，我俩学会了。哦。好吃，好好吃，还行吧，这家太好吃了，太辣了。你们喝可乐不？有百事。哦，拿一个原味无糖的。给，谢谢。谢谢。没事啊。哦，这个。哟，嚯！哦。啊，爽啊！那我们就聊一聊浪漫的爱情吧。火锅就聊浪漫的爱情，火辣的爱情故事，爱情麻辣烫，本身就爱听这个。嗯，你俩啥是什么契机决定的要结婚呢？我没想结婚，但是他就给我求婚。怎么求？可好奇了。咋的呢？你们这吃火锅就好好吃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就可最近看刷到好多求婚的视频，都把我感动完了。怎么要备案一下？就感觉求婚这个事儿很，我也特别爱看别人求婚。对呀，啊，很想哭。我就当时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不想结婚了，我说咱们就谈恋爱吧。我有点恐婚，就是那当时啊，然后他就后来就反正一直对我特别好，后来一直跟我说咱俩结个婚，就领个证，领个证行吧，受法律保护，以后谁再拍咱就不怕了，夫妻俩。最后终于说那行，先领个证，然后就算了个日子，然后刘江导演就打电话给我了，心意啊。我听那谁说你什么什么几月几号上午要请半天假了啊？那袁弘为什么也要请半天假呢？我说咱俩有点事儿。刘江导演是一个特别特别就是戏比天大的一个导演，然后他说什么事儿能比拍戏还重要呢？然后我们俩就看了一眼，我们俩想领个证儿，啊，我现在就给统筹打电话，给你们俩都安排出来。领个证，然后他特别逗，他拿着结婚证，咔咔两个钢戳一盖嘛，看了一眼，哎，一样啊，然后说你一本我一本啊，还是放一块儿，放一块儿，哎，有证了，特可爱。所以求婚是在领证之后哦，他又策划了一个求婚。那你知道吗呢？我真不知道。你希不希望自己那天就是稍微有个朋友给我透露点，我打扮一下。完全没有人给我透露，而且我穿的好厚，武汉突然变天了，我就穿着一个中巴车上卖票的时候。常常我们看网络上有一些视频也是，出现的朋友们都是非常非常漂亮，然后那个主人公只有女主角，真是穿的是最朴素的。